80年代我在海城唱夜总会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当时的17人的大乐队的音乐总监，所以我在舞台上很多编曲都是他做的，还有我当年在 EMI 的唱片里面有很多歌也都是他他帮我编曲，他也作过好几只歌给我唱，所以我对他的功即是他的功力是很有信心。我们12月大家坐低谈了说做这个 project，到了2、3月我就追他拿歌，因为我追他我要给我要做功课的，你写到的音乐是怎样，我要知道那个 mood 是怎样。于是呢就4月多他就 send music 给我，现在科技很昌明，我拿到他的 music 我即刻在家录了版本我寄他，是不是这样约我是这样的，哇弹回来，不是我不是要这些东西，你要放弃你以前所有的唱法，吓很害怕，因为我自己未学过，我冇受过声乐训练，咁我唔知道究竟佢想要嘅系乜嘢。咁我今天上嚟打电话揾陈洁玲，我陈洁玲，你究竟会做系咪咁噶？我话佢叫我唔好唱我以前嗰啲嘢，我点算？咁陈洁玲同我讲，佢话你唔好抗拒改，即系有改变，你一定要用一个 open mind 入去个 studio 度，因为咧佢心里边有个概念，嗰只歌系点样嘅。那個隻歌的神髓，那隻歌的旋律，還有他心裏面想的東西是什麼呢，他可以講到給你聽，他講到給你聽，他可以教你用什麼方式去表達，然後呢你只要聽他的說話，感情用對的人放鬆，你就做到了，讓他講中了。